快八点了哦。哎呀，这要煮饭呢。这个鸡肉其实太大块了，你肉用。当然知道了，你做你的啦。啊，自己在做饭是吧？嗯。啊，真好。叮咚，叮咚。叮咚。喂。嗨。请进，请进。我去做点事情 ，OK， 然后就回来了。好。我来走，啊，不是二人世界吗？不是，我很危险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有点无聊。欧阳震华是不是？对，保存好我的东西嘛。哇，欧阳震华呀，哎呦，满满的回忆啊。是的。啊，我可以套衣服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们在演戏吗？你要不要换我的那个睡衣啊？空调，哇，还没开，哎呦喂！我进门调空调都是老年人干的事儿，怪不得我也觉得很热。你喜欢吃软饭吗？我当然喜欢吃了。没有人喜欢吃硬的饭的。